一算，这满汉楼已经待了三年半，每天挑水劈柴，可没偷懒，端盘子扫地洗碗，我可勤快。师傅说我是块料，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。日苦练，夜苦练，基本功不曾间断，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，三两肉飞快，我已铺满一大盘。到现在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